听说数百只飞蛾就那么有来无往，别提多吓人了。听说是从锦绣坊那边飞过去的，都说是冤死的亡魂在哭诉，在讨命啊。我今天能够开门见你，便是将前尘往事都放下了。逝者已逝，活着的人还需好好活下去。那股无形的力量又出现了，是冲着皇室来的，想要把我们搅得鸡犬不宁。居然被你发现了，挑什么险机，别想瞒天过海。既然你能控制得了蛾子，那他自然也会带我来找到你这个主人。算你聪明，不过凭你一个人就想拦住我的去路？足矣。不知好歹的家伙，那今日也让你来一个有去无回。我不会让沈都得逞的，莫非混蛾之必须都得死。很好，那就再去展示你重生的神迹吧。沈都，沈都，你醒醒，沈都。